警方布下天罗地网追捕的云尊集团创办人廖顺喜潜逃多时，今早11点突然现身到武吉安曼警察总部自首。警方证实，廖顺喜明天将被押往雪兰的沙亚南法庭面对26项洗黑钱控罪。武吉安曼商业罪案调查总监卡马鲁丁发文告指出，当局在上个月23号接获总检察署的指示，援引2001年反洗黑钱、反恐融资及非法活动收益法令第4-1A 直接或间接参与非法交易条文，提供涉嫌参与投资骗局和洗黑钱等多项违法活动的廖顺喜。警方在去年3月兵分多路逮捕68名有关犯罪集团的涉案人，成功16辆豪华房车以及总额700万令吉的外币现钞。